中秋节呢，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月亮、月饼、灯笼、玉兔、吴刚砍树、菱角。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还没订阅的你们，记得订阅并且打开小铃铛哦，叮叮。今天呢，我想要做一个 postcard， 主题是中秋，农历八月了嘛，就做一个中秋节的 postcard 明信片。首先呢，它的 background 来一个在天上的感觉，月亮是最好的代表，再加上月饼，来一点不同的。我们一反传统的月饼，我们在月饼上面加上了缠绕画，来代替那个普通的那个月饼的图画。来，准备上水彩，上色都是淡色。Thank you.
上完颜色后我就用了马克笔还有水彩来拉边和点缀图案旁边的空白位，这样就可以突出月饼在这个明信片里。哒哒，就是这么简单就可以完成一个明信片，来试试吧。